小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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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布！啊啊啊！老手，老手，啊！老手，老手，老手。你不害怕？那么可爱的小动物，就你堂堂一个大男人，你怕这个？我也不怕。哦，就是嫌它太脏了。哦，太脏了。这样。老鼠来了！啊啊啊我好久没见你这么笑过了。是啊，附近都找完了，时间不早了吧，回去吧。没事，我陪你找一个晚上都行。我的意思是，只要你想找，我能，我陪你多长时间都行。不用了，再远的地方小布也不可能去呢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明天找一下这里的监控，应该能找得到。先回去吧，我走了。下次还找我好不好？我是说，下次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要总想着我哥，也可以过来找我。方烈，如果你还忍不住想他的话，那就想他三次，想我一次，或者想他十次，想我一次，我只要分到你的十分之一就够了。我走了。对不起啊，方队。柴姐，不用给我准备早餐了，我出去找小布了。喂，柴小姐，现在应该正急着找你的宠物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是谁啊？早啊，哥，好累啊。怎么了？是昨天晚上加班，想过来跟我邀功吗？我是那种加班的人嘛。昨天晚上我跟小七在一起，待到半夜我才回去的。到了，走。你们昨晚都干嘛去了？啊，昨天晚上小区宠物丢了，他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找到我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。哥，你说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他依赖我，比依赖你还要依赖我。宠物找到了吗？你不应该问我俩之间的进展吗？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情敌啊？如果你不回答，我自己问他去也行。哎，别。他乌龟还没找到，你就别去找他了。怎么？你怕我跟他有进展？怎么可能？我是看你最近太忙了，这件小事就别麻烦你了啊。哥，你楼层到了，拜拜。